在我的少女时代中饰演陶敏敏的简廷瑞，首度单飞发行个人 EP， 改变以往长发造型，肤色也健康许多。那我即将在6月15号正式发行了最新的个人首张迷你专辑，叫做《大卫女孩》。那这次跟以往不一样，因为之前发过两张 EP 是 Dears， 就是由另外的团员。那这次出来，其实心态上面也是蛮大的一个转换，是蛮大的一个调试。那也希望这次可以带给大家，不管是在音乐风格上面，还是造型、体态各个的方面，可以带给大家更多不同的面貌。为了让自己有更好的体态，勤跑健身房的他练出翘臀。我说我之前有在那个少女时代拍完走金马红毯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屁股很扁，就以前就是瘦，但是没有屁股。然后我算是因为这个打击而开始接触健身的，对。然后到现在就是其实会比较敢穿一些比较贴身合身的。今日重返电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溜冰场景，以溜冰宣示单飞初级的决心。 ETV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